收看乐朵的频道。大家好呀，我是乐朵。今天教大家怎么在水里走路。但开始之前可以点赞和订阅我，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最大的动力。首先选择左上角的菜单，往下滑并且找到派出所湖，然后飞到湖边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我下水的时候会出现游泳的动作，所以教大家怎么在水里走路。选择角色编辑，道具编辑，选择道具，选择小道具，接着选择家具并且找到坐垫，点击动作，回到道具并点击坐垫，往下滑找到扩大，点击乘 0.1， 最后点击夹来试一试效果。另外喷漆背包也可以用。记得按赞和分享，打开小铃铛，别忘了订阅乐朵哦。谢谢观看。